超便宜，又很好用。This is Thai food, Thai food. Where is Mr. Donut? Black Thai, come on, let's go now. 哇靠，超大，超大耶！那我先去化妆品区域，可以买他们当地的眼线笔、睫毛膏那些，因为他们这边很热嘛，抗油、防水非常好。这个指甲油36块，超便宜，又很好用。还有这个也是必买的，小老板还买什么？大颗花生也是必买的，基本款蜂蜜，泰国人人手一支的薄荷棒。